进去！我不知道。盼望即听了，交出阴帖，不然我就把你们云深不知处的弟子，通通杀光！
我们的魏公子他害怕，魏无羡，你说说，你要是跟他共处一室，还能看得着明天的太阳吗？啊！ 如果你能活到明天，我便放你一马。你若是死了，那也只能怪你那张自以为是、自作聪明的嘴。你就乖乖待着，好好跟他享受这漫漫长夜吧。温城。